大家好，我是阿鹏，现在过来看一下这个芋头，因为过一两天就要拔这个芋头发货了，是老坛的，所以拔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坏的先。拔那个黄一点的，徐姐呢？徐姐在那边，那你叫徐姐过来拔。徐姐，快点过来拔，来跟大哥一起拔一个，看一下走不走运，拔一个是不是坏的先。拔这个，从这里面去挑一个。大哥，等一下，去拔那里的。拔那里面。那里的。往那里进去拔。啊，去拔那一个，那个看起来病殃病殃的样子，但是其实不是病的，那种是熟的，芋头要熟了。这个呢？不是那边。那边那个。给朋友们一定要发好的啊！看到吗？对，对，你就从那里找一颗。哦，那一个。找一颗。今天晚上拔回去，叫老谭做个扣肉。你都不去帮忙的，美女都是没有什么力气的。拔起来没有？哎，还是有力气的。就是讨老婆就要讨那种有力气的人，是不是嘛？这个叔叔没多少。这个叔叔没事的，主要是芋头好就行了。啊，就洗一下嘛，洗一下，切开。看一下先。老谭，你那个刀呢？给它切开看一下。切。切开，我们刚刚切了那么多个都是好的，我们再开一次奖。不打了，我再开奖的话吃不完了。如果这个还中奖的话，今天晚上就要买六合彩了，是不是嘛？大哥去切，你不要让洗衣姐干活，行不行？哎，你坐着，我来。你都不给不？那你不动的，我来。你上手呀！来，我来。那你，刀在那里，切开。一镜到底，可以。给你们看一下这个，是不是特漂亮？现在还不敢夸张说啊，要切开才知道。要切开坏了就难搞了。切开。刚刚切的这个都很漂亮啦，看这个好漂亮的。来不？哦，这个很夹刀的哦，很夹刀就粉嘛。是啊，如果是那个省的话，它一刀就下去了。这么大力气都切不。哼，我都是大力士来的。琪姐都关心你了，小心哦，别切到手哦。哦。啊，好温柔的哦。有女朋友就要这样关心，如果是她说切到手就算了，那种就不能要，是不是嘛？切到手的，她鼓掌的那种也不能要。也掰开得了。呜嚯！怎么样？好漂亮啊！这里还有一点泥巴。哪里有一点泥巴？这里呀，不要说是坏就难搞了。那个是那个叶子。刚才切进那个刀切进去的。是很漂亮。是不是特漂亮？比你漂亮多。肯定了，好像是17、18岁那个女孩子的脸蛋一样。白白嫩嫩的，水汪汪的。明天看着就想蹭两口那种，你看是不是？就这样子。去找人。这两天挖了没有？你刚刚走出去找到人没有？找到了，那要挖好，要寄给那个朋友们了哇！啊，不要搞朋友们很想吃就没有吃就难搞了。好的，好不好？拿回去，今晚要煮扣肉呢。扣肉，这一半扣肉，这一半拔丝芋头。我们切了四个呢，三个啊，切了三个呢，三个都要拿回去。肯定啦，丢了不浪费嘛。啊，拿回去，是不是？姐。对，这儿呢，走。你看这个芋头地，我们这里是不是特好？对呀，什么特产都有，芋头啊，还有那橘子啊。那你今后就不要回去了嘛，在这边还好一点，是不是？是，可以啊，还可以找小酒一起玩。两个人想回去的时候也可以，也棒哦。嗯，这个芋头好粉哦，好多花纹。是很多花纹的，这个芋头很漂亮的，这个。就全部都是。
是啊，过两天就要拔了。是啊，好多朋友都急着说芋头还没发货，因为要找人摘呀什么的，这种那种的，一下也没有那么快。现在是国庆，我今天是国庆。是啊，比较忙，旅游。是啊，有些人去旅游去了，你叫他，因为过节了，你叫他摘，他也没时间。这物流也会比较忙吧。物流，物流肯定也是这样子，慢一点，肯定也很多人发货。哇，这里有好漂亮的这个夏果梅哟！今天是那个节日，国庆节，我摘一朵这个夏果梅送给那个小徐，但是不知道他要不要啊？我摘出来先。哇哟，有刺哦！你们看是不是特别漂亮？插在我这里，搞得我也有点像一朵花一样了。有刺哦，刺着才有。看来要这样子才行，才看着才漂亮。你在这里啊？干嘛？今天不是那个节日吗？送这个给你。哪有送这种花呀？不要。这个是三角梅啊。哪有送花送三角梅给女朋友啊？不要。那是送什么的呢？别人都是送玫瑰花还是什么的。这个是代表玫瑰花嘛？不要，下次我补上就行了嘛。哎，拿着，快，快，我放这里哦。又不代表什么东西。不要。我放这里啊，放这里。你看嘛，特别漂亮的，你看嘛。是很漂亮的。那我走了，我。去哪里啊？我去找一下老太太们去。他们去哪里了？刚才。那一朵花很漂亮，送给那个小徐，他还不要。现在不知道女孩子想要什么，还不好意思的。他不要，我也放在那里的，不知道他喜不喜欢。